好，这里是我一直在说标准普通话的王家嫂。今天我要给我的男朋友搭配成我心目中的完美男友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有书生气的，或者是比较潮的。你要把我搭配成刘昊然啊？把你搭配成刘昊然，这是能搭配出来的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好的，现在先把你的丑丑的黄头发染黑。今天的视频没有任何的广告啊，出现的所有的产品也都不是广告。来吧，怎么弄啊？这个是这个挤进去对吧？你不会？我不会啊。我来。谁帮谁染头发？手套戴上，端工具。你会染吗？会染啊。你确定？你就这么点头发，我还染不好了。你给我染这是什么颜色？棕色的，不是黑的吧？我这个染黑的，你的下一个是谁输了，你就染不了头了。那我们这次惩罚改成剃头吧。下一个是谁？马上上映。马上上映也太好笑了吧？下一个是谁？第四集，敬请期待。你这期视频准备把我打造成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西方甩卖。甩卖是什么意思？东方青藏的弟弟。西方甩卖。那应该是西元甩卖。你把我头发拔下来了？一根头发无所谓的了。头发不多的呀。天哪，真的是终于把他这个黄毛给染黑了，我好激动。大家很喜欢我这个发色的，喜欢我这个黄毛的扣个一，觉得把染黑了很可惜的扣个二。好漂亮的。15分钟啊，现在给你计时，来吧。头发黄，头发黑了。你用造型就是 rapper 好吗？我是你的 hater。哇，这里就变得好帅哦，郭宇。哇，黑头发怎么这么好看啊？现在给你烫一个头发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做，不要打开。冲水了，不能弄太久啊，要断掉，就2秒之内要拿掉，不行了，断了，头发断了，头发断了，我早就松开了。你弄一个空气刘海。完了。好清秀，鬼啊！约一下我的发型师，受不了了，拍完视频立马剪头去。我看看，哇，有一种那种自来卷宇哥。好看的话，你为什么要笑呢？感到开心。然后再给你把这个胡子剃一下，一毛可以剃掉了吗？哇，精致美男子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把他的头发弄好了，刚觉得好丑，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啊。这期视频我不联合投稿。哎，你那些偶像包袱给谁看啊？等你打扮一下之后，你就绝美了，真的。先把刘海夹起来。偷吃东西的那些油擦一擦，再拿出一个我平常用的面霜，给你往上推，你看有一个提了紧致的一个效果，搓泥了都再推。好，你看这两边的对比，有锤子对比啊？有的，这也还没起来。我给你推，你怎么这么多肉可以推啊？推去，这边泥少了一点，所以它皱了。跳打法。再给你推这一边。别了吧，可以了。皱纹就不要用。哎呀，脸皮。现在我可以开始给你上粉底液了，用一个类似于肤色的一个遮瑕，我们把这些痘印好好点一下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奶油胖身。不行，我说不行有用吗？没用。我们再用到一个气垫，小身的话就是脸会打得砰砰白。这气垫不错，给我一个吧。这个气垫太白了，你不觉得吗？白啊。粉扑啊，把这个脸上清净的。报仇是吧？这期视频统计一下，打我底下好吧？把我们的整个脸的这个下颌线啊，一整个都修出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叫做下巴？有点铺不开，范围比较大，所以我用这个。涂太多就涂太多。哇，刀锋一般的下颌线，想美死谁呀、啊？再用一个这个粉状的修容啊。要修这么多容啊？把你这个肉肉的皮相画出了一个骨相，感觉是十几天没吃饭呢。哎呦，好多胶原蛋白哦，每画一下的时候脸都在 QQ 弹弹，还能拿撒泡给你吃掉把你脸上的肉。腮红进行一个修容，腮红不是最后涂的吗？我粉底都没涂。那这个白的是什么？这不是气垫吗？气垫不是粉底吗？气垫是粉底啊。涂完气垫之后再涂粉底啊？是啊，你不卡粉谁卡粉啊？鼻子修容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非常的挺啊。我觉得男生最重要的妆造是头发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不懂。你没修眉？好，那我找一下。不会美妆博主家没有修眉刀吧？不、哦，不会吧？你是要留一些男性的一些狂野的气质，还是不用狂野啊？这里不是还有点吗？这里。好，你可以对我指点，但不要对我指指点点啊。现在刀在我手上，小心点说话。来一点点眉毛的这个颜色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。我每画一下，你的眼睛都要眨一下吗？你这眼角都没有涂匀啊！好，再涂一个润唇膏。好了，来吧，换妆。最近怎么这
么多人找我拍穿搭视频啊，是不是我真的是太时尚了？侧一点，侧一点。头发是最大的败笔。看完这个视频再给你改造一次啊，再瘦20斤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。这个视频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不管现在是什么体重、什么情况，精致的收拾自己都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什么叫什么体重、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就是老觉得自己胖了好多就不想收拾了吗？啊，对，确实会有这种想法。郭宇瘦的时候跟我在一起，他经常出去买衣服，他的衣柜衣服比我还多。现在已经一年没买一件衣服了，这件去年双十一买的，现在也没买过一件衣服。所以你赶紧减肥，我们再瘦20斤，然后我给你买衣服，我给你搭配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我花钱，怎么样？可以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刷20斤？那要看点赞高不高了。好拽哦！希望大家喜欢看这一期，开始精致收拾起来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点赞越快，瘦的越快。点赞10000瘦1斤。点赞10000瘦1斤，那点赞20000就20斤了。对啊。那100万我们人没了。点赞100000，你还有90斤呢。